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利尊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，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，注重众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众尊，皈依达摩，利欲众尊，皈依僧伽，注重众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395页，倒数第七行，上为赞佛，下为法院。前面所说的是法藏比丘赞叹老师世间自在王如来，我们学完了。这后面呢，是法藏比丘法愿，这个文非常重要啊。我们看念老的记住，法藏比丘于叹佛功德后，他是赞叹啊，赞叹佛的功德之后啊，随即发起广大誓愿啊，接着呢他就发愿，愿自作佛啊。为什么要度众生？是在讲这个愿是从悲心里面流露出来的。看到六道众生太苦了，要想帮助他们，帮助他们离开六道，离开十法界，那永远不再受苦了。那么要这个愿能落实，必须自己先要成佛啊，也就是自己不能离开六道，你就度不了六道众生；自己不能超越十法界，十法界的众生你也没办法帮助他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作佛原来是为度众生啊，自己作佛建立道场，这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愿是佛土啊，没有这个道场，众生没有地方修行，没有地方学习啊，必须要建立一个中心
让十方世界六道十法界的众生有一个很好的学习场所。这个场所里面找不到障碍众生提升的啊，不像我们这个世界想修行的人不少，障碍重重啊，那里面的障碍是六根，外面的障碍是六尘啊，根尘搅和在一起，他生烦恼，他不生智慧，所以在这个地方修行太难了啊！极乐世界所有一切障缘通通没有，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地方？后面经文会说到啊，普利众生，速成正觉，普遍平等的利益一切到这个地方来修行的众生啊，更了不起不可思议的是底下这一句俗成正觉。成正觉就是成佛，十方世界纵然有环境给你修行，修行的时间很长，有进有退啊，极乐世界修行的时间不长，很快就成就了。原因呢，他那里没有退转的，只有提升没有退转，所以速度很快啊。这些我们到下面经文都能看到念老告诉我们，盖发广大愿是为至要啊！学佛不能不发大愿呢。啊，大愿就是成佛度众生。啊，如《普贤行愿品》里面说：“如来功德。”假使设方一切诸佛经的经历不可说不可说，佛刹极为尘俗界，这是讲时间，这个时间太长了说不出来啊，极其长远的时间，相续演说不可穷尽，十方诸佛如来为我们赞叹啊，为我们演说说不尽的。若于成就此功德门，应修十种广大心愿啊，普贤菩萨是大愿，大愿菩萨十大愿望道归极乐啊，华严会上的我们娑婆世界第一个引导一切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就是普贤菩萨
所以大势至是遍法界虚空界第一个劝人念佛求生净土。我们说初祖啊，法界初祖是大势至菩萨，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现在这个教区啊，第一个劝导我们往生极乐世界普贤菩萨啊，著名的华严经末后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就是普贤，所以普贤是娑婆世界的初祖。那么在中国慧远大师东晋时候的人，那这是在中国首先建立念佛堂，集合志同道合的同修123个人，那这个念佛堂在庐山，江西庐山东宁念佛堂，123个人个个都往生。成就的殊胜，在中国佛教史上找不到第二个例子。禅宗不错，六祖慧能大师甚极也是，在能大师麾下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43个人，啊，在这个之前往后再没有这种盛况出现了。啊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盛况？禅宗根性不相同，不是上上根人，不能开悟啊。但是净土不一样，净土法门万修万人去，啊，净土成就的人在中国历史上是真的不计其数，太多了。唐朝时候善导大师在世，身极一时，啊，善导大师告诉我，如来所以出心时，唯摄弥陀本愿海，又告诉我们这个法门万修万人去，在那个时代是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往后一直到现在，一甲子之前是60年前，我们初学佛，老师常常告诉我们，以台中莲师做比喻，啊，是李老师创办的，就是现在念佛人是60年前。10000个念佛的，真正能往生的，也不过是3-5个人而已。
不是万修万人去。啊，这是什么原因？原因不在法门，原因在我们修学的人不肯真干的，受不起，经不起现前的诱惑啊，财色名利七情五欲啊，外面有这个四样，财色名利，里面七情五欲，这两项一勾结，往生就产生障碍了。所以念佛的人多，过不了这个关了。我们看了来佛寺海贤和尚的修行，我们就有理由相信万修万人去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老和尚没有念过书，不认识字，20岁出家，师父只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告诉他一直念下去了，明白了，不能乱说，不能说，这一句话里头有玄机。什么明白了？我们看他的观点，读他的《咏思集》，这些地方要留意。不能随便看过啊，他的师父不是凡人的，念佛真的理一心不乱，也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看到海贤这个人是法器，就是修行成佛的好材料啊！要好好教他，他会成就。那法器从哪里看？从人的本性看。你看这个人的心情啊，海贤老和尚从小孝亲尊师，这是世间法啊，他在世间有这种禀赋，在世法里头有大成就，那不念书不认识字也有大成就。啊，那在佛法里头，佛法的大成就就是成佛。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禅宗叫见性。净土宗叫理业心不乱，
他将来会得到。啊，得到之后，你什么都不能说。你真的什么都明白，什么都知道，但是不能说。啊，老和尚听话了，一生守住，到往生都没说了。那可是我们在这个永世界里头看得出来，啊，他给我们透过这个信息，我们要回看，啊，那就是说有一次他跟这些居士们在一起说了一句话，我什么都知道。那大家没有在意，什么都知道，这个话是什么人说？明心见性的人才能说。没有明心见性，你说这句话叫大妄语啊！大妄语的罪堕无间地狱这个人老实听话正干，这就是法器。啊，只要有这种秉性，细心观察他，如果能孝亲，能尊师重道，没有一个不成就。啊，而且是无比辉煌的成就，在佛门呢。啊，他说的很好，他住世间是表法的，如果不表法，他说我早就往生了，这个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我们估计他念佛念到功夫成片，老和尚告诉我，你细去看，细心去看。啊，念到功夫成片的时候，阿弥陀佛就会给信息给你。啊，会告诉你，你的寿命还有多长。到你命中的时候，佛来接引你往生。欢喜啊！啊，佛没有白念，极乐世界已经注册了。啊，如果他还有寿命，他还不想马上就往生。为什么？这个世界好修行，像爱贤这个样子啊，做一个好榜样给大家看，给学佛的弟子看，学佛要像他这样，给念佛求生净土的人看啊，像他这样的念佛求生净土，决定得生。所以，他向阿弥陀佛请求了好多次，不是一次。
好几次，阿弥陀佛不带他到极乐世界去，告诉他，你修得很好，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，表法给大家看。这个意思就是，给学佛人做个好样子。我们要会听，要听得懂，要会看，看得明白。你真听懂，真看明白，那一片光碟永远看不厌，越看越想看，欲罢不能啊。我相信刘素云居士这一些人到现在早已经超过300遍了，那一年一天看三遍，他一年一天看五六遍呢，比一般人加一倍。一百天就是五六百遍了，那真的永远看不厌，越看越欢喜，越看信心坚固，愿心坚固啊，往生极乐世界自己有把握。啊，读经没有其如，透不出法味，所以会厌倦，都念不下去。光碟比念书更容易失手啊，所以这个光碟，这个永世记会度无量众生。老和尚住持念佛92年，成就无量无边的功德，普贤菩萨十大愿望。海贤老和尚每一条都做到了，我们再往下看底下的文。盖净宗以性愿行为三资粮，净土宗的修行重要的条件有三个：第一个要真正相信，第二个真正想到极乐世界，第三个肯念佛，从早到晚，从晚到早，一天24小时，这一句佛号不中断，默念不出声音啊，心里面只有佛，除佛之外没有妄想，没有杂念，
这个三个条件就具足了。啊，这样念佛的人，心要转，意要诚，态度要恭敬，念多久成功？不一定。弥陀经上，佛给我们透了个消息，七天。七，前面六个，啊，一二三四五六是数字，后面那个七代表圆满，那是个不定数，哪一天功夫圆满，那一天就算是七，啊，圆满了，啊，什么叫圆满？前的功夫是功夫成片啊！什么叫功夫成片？一切时一切处心里头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心里面没有杂念，没有妄想，这叫功夫成片，这是功夫最浅的，虽然是最浅的，决定往生。啊，前面说过，在这个功夫里面，阿弥陀佛会给你信息，你的信息连上了，也就是说，你见到阿弥陀佛。那功夫深的，有私意心不乱，有利益心不乱。啊，私意心不乱，那是菩萨；利益心不乱，就成佛了。啊，三年可以念到功夫成片，三年往生的人多。你看净土圣贤录，你看往生传，那三年往生的人很多很多，是不是他寿命就到了呢？这个讲不通，不能这个说法，哪有那么巧，念佛三年寿命就到了啊，这是不合乎逻辑的。那为什么三年走了他有很长的寿命都不要了啊？阿弥陀佛来见他的时候，他看到佛了，佛给他说，你还有多久的寿命？我不要了，我现在跟你去。阿弥陀佛很慈悲，就带你走了啊。这说明三年达到往生的条件很多啊，海鲜老和尚三年也达到这个程度啊。阿弥陀佛来安慰他，阿弥陀佛劝他多住几年，给学佛的人，给念佛的人做个好榜样。啊，随他三年达到成片，我们相信再过三五年他就提升到四义心，得到四义心再加个三五年，他就得到利益心啊，肯定得到这样殊胜的成就。那么他到离业性应该什么时候？我估计应该在40岁前后他就真的了。
那就是他的师父讲啊，明白了啊，明白了，不要乱说啊，不可以说啊，所以他不讲啊。人家问他，天机不可泄露。那继续住在人间表法，一直到去年一月，表法圆满，他老人家走了。啊，圆满是什么？是给我们念佛人这大众做圆满的证明。证明什么？第一个证明，极乐世界真有，不是假的。他去过。啊，第二证明，阿弥陀佛是真有，也不是假的。念佛往生是事实真相，不是骗人的。啊，这是普遍跟大家做证明。那么特殊要给我们现前念佛人作证的，是我们现在用的这个经本是真的，不可以怀疑。啊，第二个证明，华念祖老居士的注解集注是正确的，没有错误。第三个证明，我们这些人啊，这将近20年，我们采用的经本就是汇集本，就是黄念祖老居士的记住。有没有错误呢？没有错误，正确的，给我们做这个证明的啊，所以他拿到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生这本书，这本书弘灵法师十几年来收集资料编成这本书，这本书就是证明汇集本是真经，字字句句是佛说的，没有改动一个字，没有把自己的意思加进去，真经纯真无妄啊，念功集注是正确的，没有错误啊。最后证明我们依照这个经，依照这个注解修行，没有错误。他就走了啊，表最后这个法3天之后那么样潇洒自在就走了，没有生病，没有病苦啊，说走就走啊，没有死苦啊，谁做得到？没有人能跟他相比。啊，他的师弟比他早往生，也是自在。没有病苦，没有死苦。说走就走了，留下
全身是力。啊，坐缸6年9个月，海贤老和尚他的师兄把缸打开，准备给他活化，入塔，骨灰入塔。缸打开，全身完美完好，没有丝毫损坏。啊，连衣服都没有损坏，这金刚不坏身呐！啊，现在全身贴金，供养在来佛寺。肉身菩萨啊，在世的时候没人瞧得起他啊，死了之后留下金刚不坏身，感动多少人啊，都是来在这个现前社会里头给我们学佛人做个好榜样。他们在世的时候都是苦行僧，能持戒，能吃苦，一句阿弥陀佛，一时一刻都不离开啊，才有这样殊胜的成就。啊，所以我劝大家一定要以他做榜样，决定不能疏忽，认真向老人学习，他能成就，我们个个都能成就。啊，既然要成就了，决定要走得潇洒，啊，那就是欲知是知，知道自己哪一天几点几分走。啊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没有生病，啊，没有病苦，没有劳苦，没有思苦，这个自在潇洒。啊，就凭这一点，就令人生起仰慕之心。心里面对这个法门服了，不再怀疑了。那这是我们一定要学的。底下引灵峰大师的开始。灵峰讲：“欧耶大师，我们净土宗第9代的祖师，啊，他说，非信不足以起愿，非愿不足以道心。这个心愿心，它有3个阶段。”首先要信，不信你这个愿发不出来啊，这个愿是愿生净土，净土太殊胜了啊，
第一个殊胜的就是寿命，生十方世界，寿命都是有限的。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寿命是无限的，无量寿啊，是真无量寿，不是假无量寿。那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就是无量寿。这个无量寿，不是我们自己修成功的，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。换一句话说，无量寿命是阿弥陀佛给我们的。我们在那个地方好好修行，证得无上菩提了，那就变成真无量寿了。没有证得之前，是阿弥陀佛加持的。啊，像海鲜老和尚，我认为他老人家的寿命应该是七老八十，不可能是一百多岁。那一百多岁寿命是阿弥陀佛加持的。那阿弥陀佛要留他在世间表法，到他任务圆满的时候再接他到极乐世界去。任务圆满就是见到这本书，啊，他不认识字，信徒把这个书带到来福寺，他问大家什么书，人家告诉他，这本书的名字叫《若要佛法心，唯有僧战僧》。他听了之后非常欢喜，如获至宝，啊，赶快穿袍大衣拿在手上，主动要求你们大家给我照一张照片。老和尚一生从来没有主动要求人给他照相，啊，照了张照片，第三天就走了。表法圆满了，啊，这都是阿弥陀佛亲自安排的。啊，我们要感阿弥陀佛的恩呐，所以要相信，不能有丝毫怀疑，要发愿，决定要往生极乐世界，这就对了。啊，真正有信有愿，这一句佛号就不会中断。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，常念这一句佛号，可以消灾，啊，可以积德积福。啊，我们希望自己有福报，有智慧。啊，这个地球上灾难很多。这一方人念佛，这一方人没有才能。啊，
多多劝人念佛，多多的劝人，劝人学海贤。啊，这几天还有人问我，中国会不会有灾难？我告诉他，中国不会有灾难。他说什么原因？学海贤的人多了，学海贤的人多，这地区不会有灾难。啊，这个光碟，这个小册子，喜欢看的人这么多，这么多在这里，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。啊，纵然有灾难，很轻，不会严重。我们对这个要有信心的。啊，这是我们从念佛修行上感应来说。啊，还有一个我们一定能想到，在整个世界上，只有中国的老祖宗千万年来世世代代都是积德了，《易经》上所说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啊。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民族，老祖宗没有像中国老祖宗这样善良啊，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啊。我们今天把老祖宗丢掉了，不过200年了，时间并不长了。现在把老祖宗召回来，好好忏悔孝顺，灾难就都消除了。啊，我们要有信心，其他国家地区没有啊，真的没有，在历史上找不到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地球真的发生灾难，其他地区严重，中国这个地区比较轻。啊，这是我们的肯定的啊，真心念佛求生净土，这一生所处的环境全是阿弥陀佛安排的。我们省心省思，不要去想啊，随遇而安，什么都好啊，平平安安度过这一生，将来往生到极乐世界去。这是我们修净土终极的目标啊。啊，所以幸运比什么都重要。这个法门，诸佛如来都称之为难信之法。难信能信，说明我们过去生中曾经学过这个法门啊。每一个真正往生的人，佛在大经上都说，那个人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供养
无量诸佛如来，这一生遇到了，又遇到这个法门，会得到无量诸佛加持你，所以你不怀疑，你能相信，你真正想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一生可以圆满你的心愿。下面，清朝兴安法师说：“修行即悟啊，立愿具现。”那修净土的法门，首先要发愿。那发愿，愿生净土。啊，愿力则众生可度。心法则佛道堪成，这两句来佛寺的三位大德都给我们做了证明。啊，他们发愿，啊，他们度众生，往生之后，他们一生的修修传开来了，影响多少人啊，多少人对经中怀疑的，看到这三个人疑心断掉了，信心愿心发起来了，这就是众生可度啊。啊，自己心一发了，这一生当中往生到极乐世界，生到极乐世界就是佛道成就了。啊，又说于知故知于修如来成，净宗不是菩萨成，这一点我们要记住，净宗是一乘法，一乘就是如来乘，乘佛啊，不是乘菩萨。在佛法里面，这是最究竟最圆满的大法，而且快速，决定一生成就。因为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具足一切诸佛如来的德号，你念这一句佛号，一切诸佛如来统统念到了，一个都不漏。念这一句佛号，同时一切诸佛所说无量无边的法门都在这一句名号里头啊，也是一样的不漏，究竟圆满，再找不到第二个法门了。我们遇到要知道庆幸的，太难得了，我们在这一生遇到了，遇到决定不能够放弃，要把它抓牢，牢到什么程度，一分一秒都不放弃。一秒钟可以念一句佛号，这一秒钟当中不是佛号就空过了啊！
来佛寺的这三位大德，他们是分秒必争的啊，分分秒秒里头通通是阿弥陀佛，所以他们有这么高的成就啊，这是我们要学的地方。你学会了，你将来肯定给他们同样的果报。所以欲学如来乘，必先具法菩萨缘，不可缓也。菩萨就是度众生，菩萨能舍己为人，菩萨宏愿无过于渺渺不舍阿弥陀佛。你念这句佛号，自行圆满，化他圆满。那你要不相信，看海贤的光碟，你能看上一千遍，你去想想啊，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啊。我劝同学学一年的，一天看三遍，一年就是一千遍。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你能看一千遍，海贤所表的一切法你全看到了，你真的相信了。所以这一桩事情不可缓，从现在起就要真干啊。下面这一段为愿求自觉觉他之德，为觉他故，首须觉己啊，自己要觉。求自觉者呢，断为觉他。我为什么要求自觉？只有一个目标，一个目的，希望我能够觉他，教化众生，令一切众生都能觉。啊，所以下面的偈颂啊，是发愿，分六个小段。第一个小段，愿身同福。请看经文：愿我得福，清净身。法音普及无边界，宣扬戒定精进门，通达甚深微妙法。前面两句是法藏比丘愿意具如佛利他之心得，佛的音声好啊！啊，音声是用来说法的，所以首先求自己的音声像佛啊，愿得如来清净之身。那清净者，无恶心之过失，离烦恼之垢染，这叫清净。那言语没有恶言，
啊，没有过失，没有烦恼，烦恼，中国人讲的七情五欲，那就是烦恼。啊，七情里面包括喜、怒、哀、乐、爱、恶、欲，欲是欲望。这个东西有一样，心就不清净了。啊，它是染污。我们怎样离开烦恼？心里面有阿弥陀佛，烦恼就不见了。啊，烦恼要不要刻意去断它？不需要。心有弥陀，烦恼就不见了。啊，一秒钟里头，只有一句阿弥陀佛，或者是南无阿弥陀佛，这一句佛号，不可能有一个烦恼进去。啊，秒秒都是阿弥陀佛，有烦恼进不去。念久了，烦恼自然不见了，清净心现前。啊，本经的经题告诉我们修行三个目标，第一个是清净，第二个是平等，第三个是求。清净，你念佛功夫得力了，把烦恼念掉了，把染污念掉了，烦恼小乘见思烦恼，见惑身见边界见取戒取邪见，那这其中戒取见，见取见，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成见。啊，某人成见很深，自以为是。啊，而不知道这些见解全是错误的。似乎贪嗔痴慢疑，根本烦恼啊。无始劫以来到今天，习气非常浓厚，不容易断。啊，见思烦恼能断掉的，这个人就证阿罗汉果，清净心现前。啊，精神的清净。有贪欲不清净，有怨恨不清净，有愚痴不清净，有傲慢不清净，有怀疑不清净，那七情完全是从自己从内向外发的，欢喜啊，喜，第二个怒，
跟西相反的，怒是发脾气。啊，爱是悲哀，爱是贪爱，欲是财色名食睡，叫五欲。这个全是染污，够染的。海鲜老和尚怎么断的？我们看来佛寺，来佛寺的三圣，海鲜的母亲跟他的师弟海清，三个人都是用一个方法，佛号。专念佛号啊，海鲜老和尚常常叫人，天下无难事，真无难事，只怕心不专。啊，这一句佛号，只要你专念，不要有夹杂。那我还要学很多东西，我怎么转法呢？学习经教，学习课程，把念佛放下，专心学经教。啊，学完了，下课了，书本合起来了，佛号就提起来，不碍事啊！啊，这是学经教。如果不是用意念的，啊，是用劳力的，那根本不妨碍啊！啊，像海鲜、海清，他们都是用劳力修苦行，啊，田里面耕种，他佛号不见得。啊，你看到的工作，工作时间长，不累吗？忘掉了，他在念佛。那他心里在念佛，身体在工作，不碍事啊！啊，所以我们要会用，会用时间，啊，让他互相不发生冲突。自己又不觉得累啊，因为他没有想到在工作，工作成了一个习惯，像机器一样，他自然在动啊，心里面佛号一句接着一句，佛号不中断了。生活穿衣吃饭，要问他告诉人我在念佛啊，上树修理树枝啊，也告诉人我在念佛啊，田地里面工作，大太阳之下，太阳没觉得热，他在念佛。念佛功夫不间断了，这是我们应该要学的。啊，我们再往下看，立烦恼之苟染，这叫清净。见思烦恼断了，清净心现前。啊，这个清净心就是阿罗汉所证得的。啊，证得清净心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升起了，生方便有余土。
方便有余土里头，也有三品，上中下三品。啊，经体内还有接着平等，平等是菩萨所证得的，比清净高。啊，那我们知道，平等心往生是极乐世界，方便有余土的上品，清净心是中下品。啊，没有得清净心往生的，是凡圣同居土。如果是觉了，觉就是开悟了，明心见性，生极乐世界十报庄严土。啊，海贤老和尚的师父传戒师说，明白了，明白就是觉，觉生极乐世界十报土。所以往生极乐世界，一生成佛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即使是凡圣同居土往生，四十八愿里面告诉我们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借作阿惟越致菩萨。阿惟越致是什么意思？圆满证得三种不退的，叫阿惟越致。那说一句好懂的话的是，明心见性才是阿惟越致。啊，极乐世界无比殊胜，就是凡圣同居土里面的人也是阿惟越致菩萨，这个不可思议。因为极乐世界是平等世界，啊，有没有四徒三辈九品呢？有，虽有，它是平等的，这就不一样了。诸佛刹土里头有不平等，是有差别的。极乐世界有是平等的，怎么平等？阿弥陀佛。平等价值，所以往生就得到啊，得到就起作用啊。啊，起什么作用？就能分身到十方世界，帮助有缘众生，为他们现身说法，帮助他们了生死、出三界，就有这个能力。这多快啊！可以说，自己成就跟度化众生几乎是同时能做到啊！啊，这是十方世界所没有的，即净土无比的殊胜庄严，就在此地啊！所以我们一定要像老和尚常说的，常常提醒大家的。好好念佛。
是真的。念佛往生就是成佛，不是假的，其他的全都是假的。这个世间没有一样是真的，我们要搞清楚、搞明白，不要被这些假象欺骗了。干真的，信愿持名，往生是真的。啊，好好记住六个字。信、愿、持名、往生，这下面说：愿我如佛，能宣无过，没有过失，立垢没有染污。这发音呢、啊、这个我们要记住，要学。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的言语没有过失，那的言语是无量功德啊，没有染污。普及无边过苦之戒啊，这个戒大乘一章里的说叫戒别，别是分别差别啊，分别差别，这叫戒。诸法性别，故名为戒啊，一切法性质不一样啊，譬如戒、定、慧三学啊，戒有戒的界限，定有定的界限，慧也有慧的界限啊，都有界限，只有佛能够普及无边界，任何界限他都不障碍，佛能做到啊，菩萨就不行了。菩萨跟他平等的，比不上他的，他能教我跟他平等，超过他的，他就不能教化别人。啊，所以法缘一定要成佛，成佛才能普度九法界众生。这个九法界第一个菩萨法界，那菩萨到等觉菩萨，你都有能力去度他，这就对了。啊，所以法印普及无边界，普度十法界一切众生。俗语中，国界人士啊，这个戒字跟上面意思相同，由是可知，普及无边界，即是遍于一切。佛，诸佛如来，
有这么大的能量，那变法界虚空界，他在那里宣说诸法没有障碍，那他说什么呢？宣扬戒定精进门，这是菩萨利益众生的，教化的过程。这个下面他还有解释，戒者呢以差别为一，事物彼此能持自相，差别而不会混杂，这叫戒。俗语中，各界人士，此戒一举上义，由是可知普济无边界，就是便于一切。第三句，宣扬戒定精进门。这一句宋义，在唐义是演说世界诸法门，忍辱精勤即定慧。唐语文比较详细，宣说六度。那么这个地方只讲戒定精进，还是包含着六度不是持戒、忍辱、禅定、精进、般若。意思都记住唐以的六度都说了。有布施，有持戒，有忍辱，有精进，有禅定，有般若。六度讲全了。汉译也如之。今宋译叫六，盖以戒定精进三度，就包括其他的三度了。那么此下面幕后这一句，通达甚深微妙法，此法即十方佛赞，持名念佛，无上甚深之法。念了这个解释，我们要把它记住。一般人看不到这个地方，他老人家看到了。甚深微妙法是什么？就是十方诸佛都赞叹，没有一尊佛不赞叹。赞叹什么？赞叹持名念佛往生极乐世界，这个法是无上甚深之法，太难得了。一切佛法当中最超胜的大法，不是小法。这四句偈，法藏比丘愿法音入佛。他说法的音声跟佛一样，广宣六度的妙行，对一般大众
啊，教的什么？就是这六个口，教你布施。布施是什么意思？布施就是放下。众生没有不名誉财色名利啊，佛告诉我们生财有大道啊，一定要知道财从哪里来，命里有啊，命里没有别求，为什么求不到？古人懂得这个道理，相信因果，一生皆是命，半点不由人。啊，那么今天人拼命去求，不择手段去求。求到了，那跟古人讲的有没有违背了？没有，为什么？他命里有的，他命里没有，求也求不到。啊，求到是命里有的，你何必求？啊，不求怎么样？他自然来。这个道理我们要懂。我初学佛的时候还没有出家，老师张安嘉大师，我们第一天见面他就把这个教给我，啊，老人很厉害，会看人呐，啊，看我命里头没有财富啊，算命的是财库空空啊，没有财啊，那么这一生生活非常辛苦，而且什么短命，寿命只有45岁，我非常相信啊，遇到佛法了，遇到净宗法门了，我必须在45岁要把念佛功夫搞好，死了之后能到极乐世界。啊，老师教我，前世你没有种因呢，这一世你没有果报。啊，那怎么办呢？赶紧修啊，把它补起来啊！啊，怎么补？财布施。我说我没有财能布施啊。他问我一毛钱有没有？我说可以，一毛钱行。一块钱行不行？一块钱啊，可勉强。啊，老师教我。你从一毛一块布施，而且要有布施的心，这个很重要。这心是活的。那一毛一块怎么布施？因为学了佛了，常常到庙里去听经，庙里有人印经，拿个纸单子写名字捐钱，啊。一块5毛都行啊，都行，我们就这样子借助这个机会，还有放生啊，放生也有人热心的人，每个人拿到个小本子来
捐献，那我们就从一毛一块学起啊，那知道布施的重要了啊，财布施得财富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，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，三样都干啊。虽然数目很小，功德很大啊，不知不觉啊，半年一年之后，哎，收入就增加了啊，增加的这块都不是了啊，自己的生活还是非常简单啊，养成一个习惯啊，借鉴啊，尽量让多余的去做一点好事啊，随我的寿命延长了，45岁那一年生一场病，一个月啊，一个月就恢复健康了。我这一生的事业，张家大师教给我的，劝我出家，劝我学释迦牟尼佛啊，他叫我去读释迦谱、释迦方志，告诉你学佛首先你要认识释迦牟尼佛，你才不至于走错路啊，这是很正确的啊，读了这两部书知道了释迦牟尼佛一生教学啊，他19岁出家，他是王子，舍弃王位，舍弃宫廷里面富裕的生活，去做苦行僧，日中一时，树下一宿啊，喜欢广学多闻啊，完全实现的知识分子啊，这跟我们呢就对好了，我们也是喜欢广学多闻啊，但是他30岁回头了，印度所有的宗教所有的学派他都去学过啊，认为不能解决问题，放弃了啊，在菩提树下入定，入定的时候开悟了啊，30岁开悟，开悟之后就教学啊，在落叶园教五比丘，乔成儒尊者证阿罗汉果啊，三宝具足了，79岁过世，一生讲经300多回，说法49年。他是什么身份？他是个社会教育家了，用我们现在的话说，这个社会教育家，他是不是宗教？他不是宗教啊，宗教里面最重要的要有一个创造宇宙的神，佛教没有
啊，佛教称佛，佛什么意思？觉悟的人，佛翻作觉悟啊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就叫成佛。所以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啊，见性，别人都称你佛陀啊。所以佛陀、菩萨、罗汉，在佛教里头是三个学位的名称啊，最高的学位是佛陀，第二个是菩萨，第三个是阿罗汉。像大学里头，博士、硕士、学士，学位的名称，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。所以大乘佛法里说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既有佛性，就自然能够成佛。它是平等的啊，真的平等。啊，所以我们要认识它，不要把搞错了。释迦佛在世，学生众多，学生里面有十六个当时的大国王，十六个王一生没有道场，万缘放下，很有道理啊！有道场就有麻烦了啊！现在没有道场啊！我学释迦牟尼佛，一生不搞道场，人家供养我的，我拿去做好事，替他做好事。这样自在，一生不管人，不管事，不管钱，你说多自在啊！一管就被染污了，你的心就不清净了啊！老师，我见张家大师第一天就叫我看破放下，看破了解事实真相，这叫看破放下，决定不受染污啊！修佛修什么？清净平等觉，就修这个心地清净平等，觉而不迷，这就叫佛。那清净平等就没有达到圆满，是菩萨。啊，所以清净心现前是阿罗汉，平等心现前是菩萨。觉而不迷就成佛了啊！修行的目标写在经题上啊，清净平等觉的果报是上半句大乘无量寿庄严的果报，果报在哪里？在极乐世界啊，大乘是智慧，圆满的智慧，什么都知道。无量寿是德行，啊，一切德，第一德是寿命，没有寿命的那个德都不起作用，就无量寿是德了，啊，庄严是美好。
事出世间，一切美好都集中在极乐世界。啊，十方世界好的，极乐世界全有；十方世界有缺陷的，极乐世界没有。它是集一切祝福、真善美智慧，这大乘啊，啊，怎么修来的？是阿弥陀佛到十方诸佛刹土里面去考察，啊，去观察，取人之长，学人之短，来建造极乐世界。所以极乐世界就变成所有一切诸佛刹土里面最美好的，那真的是究竟乐。啊，我们要放下六道轮回是究竟苦，只有苦没有乐，要看清楚极乐世界只有乐没有苦。啊，搞清楚搞明白了，你就知道取舍，我要什么，我不要什么。啊，这个世界人事物都得到十方佛藏，特别容易取，一点都不难，只要你真心真想去，佛号不中断，你就成功了。啊，年岁老了，老了也来得及。第十八愿，佛说的好啊，临命终时，遇到善知识劝你，你就能接受，你就能生欢喜心。啊，你就肯念想生极乐世界，生念一念，佛都来接引你。这就是说明，没有一个人不能往生。啊，那你不愿意去，那就真的不能往生。你对他有怀疑，怀疑会障碍你往生。啊，决定不能怀疑。海贤老和尚给我们表法，啊，一句佛号念了92年，日夜不断。啊，自在往生。他说得很好，他要不是表法给人做个好样子，早就往生了。这话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。我们有理由相信。啊，法藏比丘愿法印如佛，广宣六度。六度修好处太多了，人天福报都是修来的。啊，见性那是另外一说，见性是自性里头无量无边的智慧德相统统现前。啊，没有明心见性，这个福报是靠自己修来。三种布施重要啊！啊，不可以吝财。吝财的人财富有限，吝法的人聪明智慧有限，
啊，对无微不至吝啬的人，寿命不长。啊，所以在这个时间，财师得大财富，法师得大聪明智慧，无为师得健康长寿。啊，你要真正明了，真正肯干，自己修，自己得到。啊，而且非常明显的感应之快，不可思议。啊，大概什么时候你能体会到？六个月就有很明显的效果。啊，时间越长，永远不变，这就积累下来了。啊，持戒，忍辱。啊，持戒能得到一切众生生欢喜心。啊，不持戒没人欢喜。啊，戒只要抓到无戒是善就够了。啊，这一句佛号，三句境界通通在佛号里头。所以佛号功德不可思议。啊，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，不违背无戒，不违背舍善。啊，你到任何地方都会受到人欢迎。啊，持戒之后是忍辱。啊，人要能忍，忍辱是大德。啊，能忍才能精进，不能忍，没不会有进步。你停在了，能忍才会勇猛精进，精进才能得定。啊，定生智慧。这个是佛教一切菩萨从初发心到地上菩萨，佛不但教，佛还身体力行做榜样给大家看。啊，下面说先做先事，名字本心，设置本性，皆当成佛度生也。啊，开头这四句，求觉他之德。啊，觉他必先自觉。啊，先足是事先作佛，事先是佛。佛是什么？佛就是自己的真心。我们现在所用的是妄心，妄心有念头，真心没有念头。啊，所以定接近真心，甚深禅定，真心就显露出来。真心里头有无量智慧，无量德能，无量相好，不从外面求，自己完全得到。这个要相信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所以中国老祖宗知道，告诉我们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要不要人给你讲解？不需要。念上一千遍，开悟了。
这书里的讲起什么全明白啊，然后怎么样讲给老师听，老师给你印证，没错，你是真的觉悟的，真明白了啊。所以老师教学生不讲的，学生悟了之后就问老师，老师给你印证啊，你觉悟到什么程度，你一说老师晓得啊，你还继续努力，悟入的深度没有止境，一门深入啊，一经通了，一切经全通了，这叫什么都知道了。这种教学方法在200年前中国非常普遍，儒释道都用的方法，现在学的西方科学方法把中国老祖宗方法丢掉了。科学方法是知识，不开智慧，它不用界定慧啊。古老的中国2000年前佛教传到中国，佛教把界定慧带来了，儒接受了，道也接受了啊，在中国流行了2000年了，世世代代都有圣贤人出现现在没有了，方法搞错了，学得很辛苦，不开智慧，只能学到知识。知识是有局限性的，知识有后遗症，跟智慧不一样。啊，所以我们学佛要求智慧，有智慧自然有知识，有知识没有智慧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。